的球。一个过场啊，不够再来一个。Thank you.
假球。假球是吧？他的球有特别好打，快。Thank you.
没那么小，肯定是不太小，就是上面应该还好。上面有点，上面背太宽了。你应该是
最重的。我说八十有点紧，那我们就八十，现在回去穿八十。你这个打挺爽，以后就都在这打。我是对。我挺想这样，我技术装备装不好啊。你这不好，我不洗买。没有啊，那天我让他给我绑，我说我今天打赢了，没有，因为我们就是一下输了，卡都给他，他的牌，我还是用多少牌就用输了，输了了，谁的？我说我还是用多少牌就打了输，是吧？因为其他牌子都是这种变的。这是最紧张的，还是我的领子大吗？但我看你一直用这个十个，我在想，我真的就想找个四个。你给我看看这四个。希望。我买了都卖了。这个牌子还好。因为它这个其实，这东西我买进去了，还成本。怎么可能？还有成长，真的，中感成长有的，但是中感有成长吧，但是是啊是啊，因为我就不认识。
对后场他们肯定进攻了，没有办法摆脱。这个场地有没有空调？有点闷啊。我要想夏天能不能来这里打。啊？这个场地如果夏天没空调会死人。肯定是不开的呀。没空调，哪有空调？这又小的又有点。哇，这边少。反正要陪我老婆过个生日。